活泼可爱的特训班。黄诗燕、江子琳、张静文、陈依依、郭云曼，还有安琪舞团既美丽又强大的大工程，美丽的一工。协助我们的小孩子是不可能在这种时间完成这么精湛的演出，非常感谢妈妈们。最后，请大家拿出你最热烈的掌声，还有尖叫声，欢迎我们的杨安琪舞蹈大家长团长杨安琪。也很开心啊，在年假的第一天晚上，原本还担心没人好，谢谢大家。我在这里啊，结束的时候要特别的介绍一个也是非常优秀的孩子，来陈诗琴。人在哪里？赶快出来！我们今天身上衣服漂不漂亮？漂亮。我们前面的即将带出国的团体美不美？美。都是出自于我们陈诗琴的手里手稿，来再给他鼓励一下，谢谢。我们诗琴也是一个从小学跳的孩子。哦，跟着后面那一排都是从小一起在舞团长大的孩子，今年大学呢，他没有选择再往舞蹈发展，而是选择了他喜欢的设计，因为他学了舞蹈。所以呢，在帮我们设计这些团服啦、团旗，就特别的有感情，有舞蹈的感情啊。而且呢，我们今年即将穿到北京，去交流的全台湾总共有95位，好，包含带队老师庞大的一团，从分为高雄小港出发跟桃园机场出发，这95个即将赴北京的大小团员跟老师们，全部穿的服装也是出自于我们诗琴的手稿啊，谢谢他，给他一个鼓掌。好，最后我们是拍照时间，来，小朋友请往前走。中间的前面第一排小朋友往中间靠，来向左移动，全部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没有没有，中间在哪 ？OK， 好，来前面小朋友请跪下。好，妈咪们，我们往这两边站，妈咪们，来小朋友，妈咪我们往两边站，因为我们的舞者太高了，所以拉筋长不高吗？不会哦，我们个个都160、180以上的哦。好，我们给30秒拍照啊。我们先看中间，来给看齐一个赞，一二三赞，再看上我们的右手边爱心，好，爱心在右手边，右手右边舞台，妈咪要露脸哦，美丽的妈咪要露脸，再比一个可爱的姿势，看上我们左边的舞台，好，小花花牙齿痛。好的，可以了哈，我们要倒数3秒喽，还没有拍照的来，我们一起倒数3秒，一二三二一，哈，备，起，三。